我们接着往下走。VNPay 呢是越南一家综合性的支付平台，支持多种支付方式。VNPay 啊是这个2007年就已经成立了。它的这个用户呢是超过了2500万，那么支持在超过10万个支付点使用 VNPay 二维码进行交易。不过呢，和其他支付平台相比啊，VNPay 的一个它的特点就是现金提取提现方面的便利性可能不是特别突出。最低提现金额和每日最高取款额度是都比较低的。这里也是列了两种这个支付方式啊，一个是二维码支付，一个是电子钱包。VNPay 在二维码支付这方面，用户呢可以使用 VNPay。扫描商家的二维码，然后确认支付金额就可以完成支付，非常的方便便捷。电子钱包服务方面呢，用户可以将自己的银行卡、信用卡绑定到 VNPay 的电子钱包，通过这个钱包进行支付和转账，并且呢，在这个 VNPay 的应用程序里面去管理它的这个电子钱包，充值、查询余额、查看交易记录等等。